那个我要郑重的跟那个钟汉良大哥道个歉，我真的我这个事儿、就是、别无心，肯定是无心，不是无心之过。我知道大家就是对我都很宽容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是因为我引起的，然后我觉得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困扰，就特别抱歉。但是娃娃被我追回来了，现在就在我家。我作证，因为我在欣欣的北京的家里看到，在那个客厅的正中间，没关系，就是那种放全家，就是那种传家宝的位置。真的没关系，我再送你一箱。那就不好放了。欣欣那几天特别难过，因为他自己也没留意，但是还是无心之过、嗯、是吧？那几天无心工作，但是大家批评的对，我们以后要更加那个对，我们以后要更加严谨，然后也谢谢那个钟汉良大哥送我们的这些礼物，对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其实特别宽容，也完全没有往心里去。对。